할렐루야! 할렐루야! 你们 아멘吗? 你们 아멘吗? 아멘! 아멘的话就跟我站起来敬拜主耶稣吧! 我们给上帝一个欢呼! 할렐루야! 할렐루야! 아멘! 아멘! 好, 受罪、受苦、受难，让我们有重生的机会，来到这个世上来赞美主耶稣。
我们要感谢主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重生的机会，但主耶稣他却要被钉十字架而死，但这一切都是配得主耶稣赞美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赞美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用重价赎回了我们。学习顺服，一生。
刚刚好十分钟，最佳典范。